韦总您好，哥哥，我叫袁夏，你可以叫我圆圆。我知道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只要连接双时空手机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袁夏，我一定会改变你的命运。袁夏，我喜欢你。魏子期，你是不是演戏也上瘾？我不吃你这一套。喂，袁夏，是这里吗？你哪位啊？请你记住一点，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魏子期，不然你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一次次都让我躲在面前，好像很清楚我出事的经过。你到底是谁？阁楼307。哎，袁夏，你看着不眼熟吗？您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鸟的气质跟您的有趣灵魂如出一辙，非常适合。一会儿跟袁夏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叫他圆圆，这是他的小名。哥哥，您就是那个人。为什么要一直骗我、误导我？是你惹的祸，他就不知道怎么躲了进去。魏子琪，我也喜欢。今天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袁夏。为什么死亡的时间变了，死亡的结局却没变？我要让袁夏把手机给魏子琪，他不会知道这个是遗嘱，上面的重要词汇他都不认识。袁夏，我想跟你出国。你是为我好，我为什么不愿意？我很开心。袁夏，魏子琪，我爱你，我愿意。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。但是魏子琪，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结局。袁夏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你。